哥哥，想成为西岩山的主人，就必须要像外爷那样吗？强悍、冷酷。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还不是。应该说，我现在连能不能保住朝云殿都不知道。需要我做些什么吗？你不会不知道我一直在利用你吧？你是说涂山璟？涂山璟又不是傻子，现在的局势明显利于王叔，帮我对涂山氏没有丝毫的好处，是因为你他才一再的帮我，还有风龙和新月也是因为你对我的在意，他们在审视我时势必会考虑你。但感觉上我好像什么都没做。你做的已经足够多了。能回到西岩山也是因为你为了我恢复了昊灵王姬的身份。你把我看作最重要的人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我能帮你的还是太少了。小瑶，我知道你不在乎手上染血，可我在乎。你只需站在我的身边就可以了。